预备。Thank you.
林碧，请覆帽。在各位嘹亮的歌声以及陆军军队队美好的乐章，我们将我们的国旗已经升到了最高点，再次给自己热烈的掌声。同时我们也热烈的欢送我们的陆军军乐队，谢谢他们在今天我们的升旗典礼跟我们伴奏美好的乐章。祝主席致辞。来，我们军乐队经过的地方，我们给他热烈的掌声。我们军乐队到哪里，我们的掌声就到哪里。谢谢我们中华民国陆军军乐队为我们奏美好的乐章，在我们今天升旗典礼，我们开国的纪念日，带我们一同的参加升旗典礼，为我们奏出国歌、国旗歌。来，我们邀请我们今天大会的主席，我们市议员徐玉树，也是林潭坪人文促进会的理事长徐玉树，我们掌声给我们的主席。谢谢我最敬爱的叶乡长，我们李委员，我们的吴委员、严议员，在座有非常多的里长、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非常多我们的校长，各位敬爱的先进长辈，各位敬爱的乡亲，各位好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中华民国万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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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加油，台湾加油。谢谢，非常感谢所有的好乡亲今天来到我们的运动公园，一起来升旗，我们自己为给自己一个掌声好不好？玉树非常感谢今天所有的贵宾、所有的乡亲，尤其台上的很多的先进前辈，包括我们的委员。即使我跟各位报告，我都没有通知。没有通知的原因是因为国旗是大家的，国歌是我们小时候就开始唱的，所以到了每年的这一天，大家都主动来升旗，好不好？好。不管今天台湾由谁来执政，都要认同这一面国旗，大家说好不好？好。都要大声的唱出我们的国歌，好不好？好。最近几年我们发现，我们小时候每一位在座所有的好朋友一起唱的国歌，慢慢的学校都没有唱了，我们的国旗渐渐变少了。在我们上一次的双十节，我们地方很多的好朋友自己发动在我们的市区悬挂国旗，让我们觉得这个国家已经出现问题了。如果我们的护照没有盖上中华民国 ROC， 我们有办法走出去吗？今天所有总统府在位的五院八部所有的部长，在他们年轻年幼的时候，如果没有在这一面国旗的教育体制之下慢慢的学习成长，到今天他们坐上大位，他们会有那个机会吗？到了坐上大位的时候，他们已经忘记国歌怎么大声唱，国旗应该怎么样来敬礼，让我们感到非常难过。所以今天玉树邀请了非常非常多爱国的好朋友一起来办理元旦的升旗典礼，我们很感谢台上所有的长官，更感谢
我们台下所有在运动场上的好朋友，你们记得今天就是我们的开国纪念日，因此大家相约每年元旦一起来升旗，好不好？好。